看时观，第一次挑战15米，请准备。过去了！啊！好远啊！好远啊！哇塞，疼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真的差一点点。他这么蹦肯定不行，蹦肯定不行，蹦不行。不对，姿势不对，应该要这样。哇，挺难的。我想一下。侧着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好。赛事官，第二次挑战，15米，请准备。收了，有余吗？你还有这么多吧？哦，我觉得30也可以。没了吧？没了。好吧。你第一了。对，目前最好成绩是蔡徐坤挑战的15米。还挺累的，这个，这肯定累。这真是跑男，这是。好，下一位成员。我来一个吧，陈哥，来一个吧。需要这时候要一个起点，不是我，关键我也不行啊。哎呀，我也不行。小哥你 OK 吗？不行，换一个人来。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行不行，陈哥？这什么意思？来，咱老年组来这个吧，咱老年组。我十，哇，那感觉很难呢。